生活在宜兰市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我看见了你们的情感，请让我也听见你们的期待。你希望改变什么？不要害怕说出口。未来由此刻出发，此刻决定未来，为家乡做一件事，提出改变的想法，由月贤替你完成。坚持让宜兰越来越好。